也是没有空隙。如果我是动身太多，对方可能感觉啊，但是如果说哎，我就是走，直接走，直接的是走，我就坐了，那是感觉。如果你哎，你想着去变化，你一直想着变化，你很难变，是吧？因为我这儿没有换，是吧？你还黏着你这儿，所以你这儿你是不太好。就是走身体，不走身体就光走这个点的，嗯，就这个点，嗯，啊，走这个点的。那另一种就是我起来一接手，那就接着就是紧啊，接上就走手。如果接手哎，想着这样去走，这可能就空隙就出来了，给对方就，对你就有很多变化，对你就可以进攻。我的手是自由的。对你就可以推了啊，你就可以打了，嗯，是吧？但如果说哎，那个接住在这儿啊，就这样接住这个手，接住哎，接住手就有了，是吧？当然对方可以不给了，对啊，嗯，不给呢，你也不走。不要乱走啊！对方可能来推了，哎，这时候走了啊。就是我啊，我现在是松的啊，我现在不给你，我是松的，你也不用打我啊，你打我你也打不着。那一旦我这来了啊，那一般情况下，人我松的我来了，你也跟着走啊，你也换，哎，你这么一换，我进来了，一般都是这种情景啊。对。你这封的严的就是我松，你这还是跟得紧啊。我想进了，哎，舅舅，嗯，你松，我想打你肯定不行。你来了，如果我这么走，你不进，你松的，你还是松的，嗯，哎，你那进，往里进，哎，我这。直接就走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一旦你想进了，我就在这儿了。你永远在。